哎呦，爸，来来来，快趁热喝。谢谢妈。刚杀的老母鸡。妈，你不是刚才说今天晚上喝不了吗？谁说的？你说的。快喝快喝，尝尝。你就喝呀，你妈让你喝你就喝，我都没这待遇。你这行，来来喝。我喝。怎么样，好喝吧？好喝。好喝多喝。行了，我看泽凯也喝不下去了。你瞧见人喝两口，你瞧见你呀。行了，他也喝了，老公也来了，回去吧。不回，这说好您今天睡沙发，我跟妈睡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人周伟都来接你，赶紧回去回去回去啊。行，那爸妈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哎，好，那我们回去了。行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好，放心吧，你们早点休息啊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妈啊，慢点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，好，那我不送你们了啊。走了啊，爸妈走了。哎，慢点啊。爸妈走了。哎，走走走走。拜托你再帮我拿一会儿，再陪我演一会儿，我妈现在肯定在楼上看我呢，你先别回头。你不累吗？我不累，谢谢关心。我真佩服你，内心之强大。谢谢你啊。那个，在奶奶生病的这段期间，放心好了，我会做好应该做的。啊，谢谢。还有，奶奶的事情你不要太担心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嗯，我也不希望他们在这段时间再因为我的事操心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你还能送我吗？如果不能送的话，我自己打车回家。走吧，我送你。这期稿子我交不了了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下期我交，先这样吧。腿抽筋了。腿呀，啊，我给你捏捏。好点了吗？嗯。时间我会和小爱好好说的。
这人一老啊，就特别念旧。我就记得当时你第一回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你扒的橘子是从老家带来的，你说好吃好吃。我多想现在再给你扒一个橘子。其实生活就是这样，酸甜苦辣呀都有，当然我们都希望甜的多一点。妈，手术的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，不害怕，没事儿。我都这岁数了，什么怕不怕的，不就拼一把吗？妈，那大夫说了，如果做手术的话可能有危险。去，会不会聊天啊？啊，你再把妈吓着呢。妈，医生说手术都有风险，但是你这个手术它是100%成功率。对，120%。对，踏踏实实的啊，一定成功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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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们别哄我了，听我说。这几天我躺在病床上啊，脑子一下子就好使了。我想起了好多事情，红兵结婚，红梅生孩子，红旗出国，小爱和高蜜小时候在我那院里头蹦来蹦去的。我就想这些事儿啊，就一遍一遍的在我脑子里头过。哎呀，这一辈子啊挺好的，挺圆满的，要是现在闭上眼睛啊也值了。去见老高，交差也交上了。那要是成功了呢，我还能啊再赖几天，让老高等等也行。好了，别这么说啊，放心吧，手术100%成功。嗯，小爱啊，哎，别忘了姥姥跟你说的。记住了，忘记不开心的，每天都要高高兴兴。